台南市永康区区公所透过立处顶这临港灌溉做补助计划，伫咧公所的尾楼建置立美化空中花园，除了栽种爬藤类植物以外，佮栽种了莴苣、薄荷、迷迭香等香草植物，希望会当降低办公厅下室内温度，来达成节约用电的目标。同时，重要公所官家佮民众透过观看植物来放松工作上压力。永康区公所为了要降低都市温室效应的影响，是透过台南市绿屋顶这两间温改造补助计划，在公所顶楼建置立美化的空中花园，希望能降低办公厅下室内温度，来达成节约用电的目标。咱做这个空中花园哦，主要就是要做节能减碳嘛。如果说我们把它管理得当、经营得好的话，其实在最热的时候，可能可以降低室温5°C。哦，这是一个很好的记录啦，所以我们是很希望说，除了在屋顶上面，除了做太阳能电板来增加发电之外呢，其余的其他的空间也可以来降低日照，降低室温。在公所顶楼这座空中花园，除了栽种爬藤类植物以外，还栽种了莴苣、薄荷、迷迭香等芳草植物，会当用来泡茶甲料理使用，并且也会当提供公所员工甲民众伫观看植物来放松工作上压力。我们绿屋顶呢有栽种迷迭香，然后那个薄荷，还有柠檬香蜂草，还有那个洗叶藤。那莴苣的部分呢有栽种5种种类的莴苣，可以供同仁们去收成的时候可以去享用这样子。休息时间啊，就会上来这边就是看一下花草啊，然后让自己就是有可以释放一些压力。啊，希望讲透过这个空中花园这个好的政策，让民众让我们的同仁知道说，伫阳台。比如会当做一寡花园哦，降低室温，啊，伫家己的厝也可以有兴趣来试看看。永康区公所希望借由绿屋顶节能降温改造补助计划，伫顶楼除了已经建置太阳能发电系统以外，阁会当将隔出来空间多加利用。因此，有兴趣要参观甲领养的社区里面，会当到公所服务台登记，共同来营造节能降温的宜居城市。记者肖建伟，永康区采访报道。